哇，果然是色香味俱全啊！那当然，我可是大名鼎鼎的金牌营养师。啊，那你以后能不能每天都做饭？做饭有什么难的？我说的是以后每一天。 今天做的菜一个都不许剩，都要给我吃。好，那我就开动了。好好吃，真的好好吃。 刘晨，刘晨，你站好，不能喝就别喝这么多嘛，酒量这么差。 刘晨，你骗我，装醉。没有，我真醉了。那你醉着吧。凡凡，我真醉了。还想接着喝醉向他表白。